回港二的計劃推出以來是運作是暢順的，咁亦都係未有咧，係對本港嘅疫情咧係帶嚟額外嘅風險。咁考慮到咧係到內地疫情持續係穩定，咁政府咧亦都係將會研究咧係進一步咧係擴展涵蓋嘅範圍，包括咧係從所有內地經機場回港嘅香港居民。咁喺呢度咧，我都必須強調啦，喺研究擴展計劃嘅時候咧，我哋亦都係會繼續加強本港的檢測能力，是有關擴展計劃的協調啊，同埋準備工作咧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咧，目前咧係正喺度全力進行啊，待係有具體進展嘅時候咧，係會作出公佈嘅。